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很多朋友反馈呀，我们在跳舞的过程中手非常的短，那我们想要我们的手非常长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哦，我们手臂天生就是这么长的话，我们如何让它更有延伸感呢？让他会觉得我们的手非常长，一定要切记第一个点，就是我们的手千万不能僵硬，伸得非常直。其实你伸得很直的时候，你的手臂长度就已经限制到这儿了，一定是松下来，再向前伸。这个时候前伸，你会发现我的手臂非常的长。那这个向前伸是用哪里去发力呢？一定是我们的腰、胸腰、后背全部展开啊！你看这个位置，我没有用到我的腰部的时候，手是这个长度，展开就已经延伸到很长了。所以朋友们想要让你的手变得非常长的时候，一定首先第一个把你的手松下来，再去用你的腰。肩展开，去把你的手做到一个最长的一个位置。借此机会呢，雪雪老师给大家推荐一个广西的罗宫堂餐饮，以独特的美味、坚持的创新，受广大吃货们的追捧。螺蛳粉就是我们最有特色的食物了。好的，那我们这节课对于我们舞蹈手臂的延伸感，两个小方法，你学会了吗？想学习更多精彩内容，我们下期精彩继续。